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旅行的巧克力。那现在呢，巧克力又开着我的房车出来浪了。看一下这一片油菜花田，和小薇还有瘦猴三个小伙伴，我们今天晚上呢是扎营在靠江又靠花的地方。这会儿呢，夕阳西下，甚是美丽。小薇呢是在各种摄影拍拍拍，没有。哎呦，我的这个超无聊，不会跑。好吧，晚了，我要去准备做饭去了。嘿嘿，今天晚上呢吃啥呢？看一下，吃火锅吧，先把这些菜解决了，免得到处掉。来，我这边呢是弄上了排骨，用排骨做底汤，到时候好吃一点，会比较香。然后现在呢是。给它切出来，这个弄上就可以煮一会儿，就可以下菜吃了，非常简单火锅，比起炒菜还简单一点其实。哎呀，刚刚感觉就那个排骨汤还好看一些，没事，好吃就行了。呀，一朵花出来了。我上次做火锅的时候把那个卡式炉给烧坏了，所以今天呢只能把它煮熟了，端在桌上就可以了。然后现在这个汤是已经熬得非常漂亮了，但是我觉得还不够，给他买了一包加底料的汤，加上过后呢再一锅煮，减肥减肥。那今天晚上呢是有虾、毛肚，还有鹌鹑蛋和各种菇。这边呢是有鸡胗、血、排骨，还有些牛肉没切。等一会儿再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大蒜剁完过后呢就可以开饭了，外面天都要黑了。煮的肉也快熟了，由于没有卡式炉，等一会儿只有放在桌上吃了。来，吃饭了。哎呀，哥，只能这样了。好，筷子没拿。又烂一个，咋回事啊？太紧了呗。给你这个，劳动者一定要。没事。谢谢巧克力辛苦做饭。巧克力，来喝。小心你们的嘴。慢点，这个口都太烂了，不小心。别待会把它给忘了，就一口一干。好，开始下蛋。完了，这个要跑过来。因为瘦猴不怎么吃辣，所以就做了清汤的。哎呦，你这个怎么玩？这个味道还符合你的胃口吧？好吃，很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要得。把菜全部吃完，不要剩。好。好吧，吃完一锅再一锅，那这一锅也熟了。OK， 那我现在是准备把这上面全部给收拾出来。因为太乱了，等一会儿完了过后呢还需要 K 歌，嘿嘿，有点娱乐活动嘛，热闹热闹。好吧，开始收拾。好，你爱谁呀、啊？我爱小薇和巧克力。唱得这么深情，好的不？好的不？很棒，爱姐姐是对的。有一个世界，看在瘦猴这么喜欢唱歌的份上，明天呢决定带他去唱歌，因为我车上。
样的音箱确实不太好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明天带他去好一点的音箱去唱，好吧，期待明天晚上他的震撼的歌声吧。三个人都能唱得出来的那种，因为有三个，刚好有三个话筒。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，你走吧，最好别回头。无尽的漂流，自由的渴求，说的沧桑，独自承受。太惨了，今天晚上这车里面全部都是虫子，就像逼爆米花一样嘚嘚嘚的，听到没？哎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只有被虫子咬了，喂虫子。今天晚上还好三个人分单位，不是喂一个。好吧，准备洗漱睡觉了，好累啊，今天我的。好吧，这回是洗好睡觉了，小薇洗，洗完叫我洗。排队房车的好处呢，就是用水用电无忧。原来是你这个水箱大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此结束了，哥吼的把嗓子吼哑了。拜拜了，晚安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好，你睡着了没有？睡着了。来个晚安。晚安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